全身了、啊。好，我要做好中平引落的卸甲摔，所以第一个要引进落空。我把我不是把对方引进啊，因为你拉对方不好，是借对方一点点力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你看我的手是这样反抓的，这样这样勾进来，然后勾进来以后，我们要做一个摇桨，就是反优的形式。你看，拔根摇桨，然后我的腿起来的时候不能用腿哦。站好哈，这用腿开肩就完蛋了。你看我是合肩，你看我的腿是这样的，合胯合肩外三合，对不对？然后用身体往下落。哦，看没有？这样很轻松就把它摔出去了。如果刚才我一动开肩，哦，脚再动，我完全卡住自己。摇桨怎么摇出来的？摇桨就是这样。往上，再往下走一个圆，嗯，然后圆完以后勾出来，往下螺旋 ，OK。